交通非常的便利，然后可以借由捷运到松山机场，然后坐飞机直接飞往澎湖。不是要去国际线，我们要去澎湖，所以出口三走。这里就是松山机场，现在呢松山机场其实交通非常的便利，它可以直接飞国内，也可以飞大陆。而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前往澎湖马公。有没有发现这里就很像是有没有发现这里就很像机场的升降机？这边居然还带了正在即将要飞的班机，来看一下的班机。这里是国内线的松山机场。你还不想？内容哎，找到了。台南风景美。你们现在在哪里？我们现在在月桥。好快哦，一下子就要下降。OK， 然后就拍澎湖的天空。我们现在在空调。空调。旅客江俊伟先生，江俊伟先生，上次我来澎湖，我觉得这差好多哎，拍很像国际机场，哇，已经改进很多，真的是很漂亮。你看那个墙上都还有那个海洋生物，一进来就有这个海岛的风味，哇，真的很漂亮。那个墙上全部都是海景图哎。海景图，在台湾机场，我去上洗手间。哪是？可以哪？